是什么吗？什么社会？当然是和那个小商啊。那个小商，你又来了？<咳>我爹的干净的，好么小姐？哎，开始，我有哪去吗？谁没可能？谁没看得到？追求着那有啥事去的？谁都不会知道，我已经准备好方丈，我出去就拉了。走走走，我们赶紧去吃西厢饭吧。走嘛，为什么你想到家乡？<咳>